我现在要去取钱，然后我现在后面这三个人他们叫我的保镖去，那个叫什么？保镖是那个什么护送？前面了，后面了。你到时候接笔站前面一个开路。好，那取了钱之后我们就这么走。笑死了！上来一份夫妻肺片，就像一小碗凉菜，这种就是那种韩餐里面泡菜那种小菜的盘子。豆花一片，松露牛肉炒饭，酸溜土豆丝。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学校的一个舞蹈演出，是我们 dance 课的一个作业。绿色，并且这件衣服还是我的。现在就坐地铁回家啦。站票，我买了一个地铁站票，就是可以把我这样子固定在这里，然后可以双手自由。再放个纯开心吧，太合适了，这 BGM 提前过年了。对，大家新年好啊！新年就是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天赋，是扯面。这位朋友，你扯面真的好强！第一次面，第一次搞这个，然后弄出了一根这么长这么均匀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就考完了我那个心理考试的期末啊、我真的是最紧张这个，因为它是一个 in class exam， 就是你要到课上去直接考试，然后我其他的一般都是 presentation 或者是写 essay， 但是我今天现在终于完成了耶、然后我就还剩下今天下午有一个舞蹈表演的期末，然后明天有两个 presentation， 然后我就要去迈阿密了，嘿嘿，开心。
家，我现在是在学校的倒数第二天，就是我明天还有一天的课，然后我的寒假就开始啦。学校这棵树的正中间还挺好看的。我们现在要去食堂吃饭，已经是我在学校的倒数第二顿食堂，明天应该是最后一顿，嘿嘿。然后寒假就要开始啦。然后这学期还有整整一周半。这位小朋友在 final week 有考试。然后我没有，因为我的考试都在这周结束了，哈哈哈。所以我就先出去玩，然后还在这边学习，一个抛弃的大动作。我去找我的姐妹们玩，给大家看我失败的炸紫薯豌豆球，就是有些球炸着炸着就变成饼了，就它已经完全塌下去了。然后因为这几个是我先经过空气炸过的，结果发现不行，我就又拿来炸，结果有些表面风光亮丽，背后糊的一匹哈。然后这是唯一一个比较成球形，然后没有那么糊的，是太不容易了。而且刚刚还溅了我一手，就烫的要死，就真的炸东西又油又难，就啊，失败的节奏也给大家欣赏一下。小僧我并不是所有都是成功的啊。我刚看到有人在拍毕业照了，已经到毕业季了。我现在上完所有课了，然后就回家收拾行李去迈阿密，晚上的飞机。然后我们学校这边的圣诞树已经立起来亮上灯了，还挺好看的，属于是一下课就开始寒假。这位宝还在学校这边多坚守一周，他的 final week 还有事情有考试，而我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整个大 emo， emo， 别 emo， 我马上回来。